来听一下，什么感觉？这声音，感觉声音是从哪传出来的？感觉是不是感觉声音是真实存在这个环境里边的？我妹妹刚才体验了就是 Clear 智选品牌的创新产品 ARC 音壶开放式真无线耳机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跟她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她听起来根本就不像是耳机，反而更像是声音从周围环境中发出来的。我们都知道耳机可以分为头戴式、入耳式和耳塞式，这三种耳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，都是存在物理性和生理性的耳道不适。尺寸不合适的耳机会把耳道给撑变形，造成物理性不适，尤其在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，耳朵内部的空气不流动啊，温度持续升高，湿度持续增大，就变成了细菌的温床，长此以往很容易影响耳道。那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保护耳朵的前提下更好的聆听音乐？当然有，就是这样的耳挂式耳机。我手里的这款 Clear ARC 音壶开放式耳机，略微旋转就可以挂在耳朵上。说实话，我都没有见过这么轻巧的耳挂式耳机。我的首要感觉就是它兼具了骨传导耳机的舒适和传统耳机的音质。16.2驱动器的发声单元贴合耳朵，声场比较大，低频下潜，有一种音响的听感。第一次听的时候，它的音质远远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。Clear 声学实验室的专业调音，加上 aptx 音频解码技术，在科学合理的硬件设计下，听起来声音很纯。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它的私密性非常好，正常音量听歌的时候相隔这么近也听不到，而且因为它不是塞到耳朵里边的，既没有我们前面说的两种对耳朵的影响，也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注意到周围的声音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能够做到安全的听音，在外边玩的时候就很好的保证了安全。它的盒子很有意思，磁吸式的充电仓兼具了收纳盒的作用，2小时充满，总续航18个小时，外出一天也不用担心电量。双麦克通话降噪，这种高通波束成型技术在嘈杂的环境里也可以清晰通话。如果你比较在意耳朵的健康问题，还有在户外的安全问题，那么这款耳机真的很适合你。